我你知道我之前拉筋拉到做噩梦吗？因为我那时候学跳舞上张专辑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做 Think，然后我是非常不软的一个人，然后老师就叫我拉像你刚刚那样子拉，我拉到快哭出来，然后晚上回家睡觉是就是崩溃。因为就是做噩梦，梦到我拉筋拉到大指脚，大拇指的那个脚就是这样子，就是本来它是这样子，它就变成这样了，就是我噩梦梦到这么 intense 的东西，就是超痛，太被强迫了，是吧？我今天就带了一些我的鞋子还有短裤，因为我平常表演的时候呢，除了做重训啊或者是瑜伽之外。我其实就没有做什么其他东西，不会做很多 cardio， 所以重训。对，我在做重训，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会要遮一下大腿最胖的地方，所以我就要选择刚刚好的那一种短裤。它这种 ，Oh my god， 这一个短裤，它真的超级超级厉害，因为我已经无数次表演，因为我很喜欢穿 oversize 的上衣。对，我上衣呢就是可以一直换一直换，但是我下面没有人看得到。一定要穿这件裤子。对，因为它的那个腿型就会让你把最胖的地方遮掉，然后把下面稍微瘦一点的地方露出来。所以你是就是臀部跟大腿这一块是比较肉一点。对对对，然后就是一个是比较会舞台上面表演的短裤，另一个分享的是。平常会运动啊，或者是出去跟朋友们 hang out 的时候，我会穿有运动性的这样子，对，休闲。然后它下面还有个小叉叉，这样子走动的时候稍微微性感。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找到他们自己适合的身材的衣服啦，对。裤子方面我会这样子选。那鞋子嘞，我要很谢谢我爸妈把我升到170，所以我其实很少会穿。高跟鞋，对，所以我都是平底的一些球鞋，但是呢，这也蛮难的，很高，这也很高，很厚，所以当你穿短裤的时候，它还是会给你有一点点高跟的感觉。对，这一双更酷，它里面直接就是一个坡，它直接是一个坡，但你在外面看不出来，很高，对，它也很高，对，所以这一双鞋，穿起来就会已经蛮开心，很有效果，还要唱一首歌了。对，然后呢，靴子我也觉得非常重要，让整体看起来是高的样子。我会觉得 over the knee 这种过膝盖的这一种，跟小腿这边，我觉得都可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我是喜欢穿短裤的人，所以我穿短裤的话，我就会选择 over the knee， 那膝上的靴子。对，那我要是穿牛仔裤的话。我一定是穿这种小腿停下来的这种、这样子比例看起来就会反正在我身上我看起来就觉得今天应该过得去，而且你不会选黑色 对不对？不会选黑色，我觉得太沉重了、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棕色的这样子的是我这个人蛮喜欢的，对，很百搭所以这些是我喜欢的一些 OK 帮忙腿很清楚，很清楚，东西很简单，他很了解自己。对 对, 对，一般女生来说，我觉得最简单最基本的应该就是搭上一双高跟鞋。那今年其实我很建议大家可以买尖头，对哦，对，各式各样的尖头的高跟鞋，各式各样的尖头。尖头不就是一个头尖尖？不是，因为有些，比如尖头，它是平的，然后有些加高的，然后有些是后面有包跟没有包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尖头。因为今年很流行oversize 的衣服，或者是有一点点复古的裙子，配上尖头的，刚刚好把这个鞋头的部分露一点点出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像 Julia， 因为她本身很高，我记得你之前有露出一个造型，是有一点复古啦啦队的那种样子，她穿了一个短裙，绿色短裙，那好可爱哦，像有一点点像这种复古的学生鞋，好可爱哦，对，粗跟，然后其实她也不矮耶，球他也不矮，其实他也不矮，你看他前面也有一点点厚度，对，他并不是一般的学生鞋，他有加前面的厚度。袜子，我有帮你准备一双新的袜子来。我觉得啊，像 Julia 的腿很漂亮啊，我们可以搭小白袜，对你很适合搭这种小白袜，好可爱哦，好可爱，后面还有一个蝴蝶，后面对啊，好搭哦，这样子好复古哦。
这样腿很细耶，对，我超细的，对不对？这样的腿是不是整个的延伸性非常可爱？很细，对，很细，懂了，因为它鞋子有分量的，所以它的那个小腿肚就更瘦。对，有些时候哦，其实如果你的小腿有比例，但是不细，听好了，有比例但不细的时候，你可以放大。这样好可爱，你这样好可爱哦、喔！对，我觉得完全这样子，接下来就而且以为白色会膨胀，但穿上去反而是很细，因为鞋子很鞋子有分量，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的脚有比例，就是你有小腿肚、有脚脖子，只是他们可能分量比较粗一点点的话，你就把鞋子的分量放大。比如说，你看像黑白，然后漆皮，再加上粗跟，它会有一点点分量的占比，你的腿反而看起来会变细。嗯、然后再来就是很多女生都一定会有的这种鞋子，像同样的，如果你的脚有分量，不是很细的那一种，你在挑选像这种非常简单的绅士便鞋的时候，你就挑选放大颜色。但我的腿已经很细了，可是我只要穿这一双黑鞋，就会觉得这里很大，有分量，大腿很大，然后呢，小腿很细。其实我没有。我都很细，对，所以妹姐腿超美、啊。那个黑色的对比会，对，對對会膨胀。所以你看配上银色的时候，哦、你看这样是不是也很可爱？可爱，好看。哦，懂了，这鞋子好看啊。哦，因为它比较没有分量，所以就要选。好看，对啊，袜子，袜子，对啊，袜子。你就觉得这样袜子很百搭，就大家在问袜子在哪里，想要买。接着像这种袜子，对，我就说，如果你是真的。一定要穿黑色，那你就让黑色多一点点放大的元素，邻家啦，放大的元素，但是这个就在背后哦，它在背后，然后前面一点点，有点像小项链的感觉。这个配上袜子很可爱，你看，白的很漂亮，哇，好可爱耶，怎么好有气质哦？你好适合卖鞋啊。很棒的钢琴老师很有气质，或者是像你看这种，好了，都给他好了。你看，这个也好好看，漂亮，这是要穿什么袜子？看什么袜子都可以啊，都可以，而且你里面甚至于可以加一个彩色的裤袜，哦，哇，对，你可以加一个彩色，或者是彩色的那种袜，过膝袜，都很可爱，会有很多的风格。其实可以真的可以用鞋子来帮助你，就是增加你的好比例。有些时候利用一点点小道具，看起来会更可爱。